快点找找。哇，哎，坐，看看我们带了什么来给你们呢？哇，爸，这是子豪啊，为了孝敬你们两位特制的。哎，老婆，去拿碗。子豪真有心。哎，子珊，你也在啊？哎，来，我们带了子豪做的药膳，你也来一碗吧。啊，谢谢大伯。哇，你看，好香啊！这叫双生肉。鲜人参加上海参炖的，都是上等好料啊！是啊，吃了对身体好。爸，平安，你们要多吃哦。人参补气血，安神益智，强壮身体；海参能够抗疲劳，提高记忆力，是很好的药膳。是啊，消除疲劳，精神好。哎，大伯母啊，我刚运动完，也有一点疲劳。有没有我的份啊？有。来，慢慢喝哈。子珊，你也来一碗啊。来。今天什么日子啊？哦，子豪说，阿公跟二婶呢，整天在富贵堂忙进忙出的，一定是很劳累。他就特地上网了，去找了这道药膳食谱，特地要炖给你们喝的。是啊，是啊，我们子豪最近都很用功，在看医书啊，研究药膳啊。这个就是特别为阿公跟二婶量身特制的。是啊，这里头呢有15克的鲜人参，150克的海参，还有上等的香菇。菇啊，竹笋啊，青豌豆啦、啊，再加上瘦肉，一起慢慢的炖，你们可要好好的尝尝哦。是不错，很好吃。好吃哦，子豪说啊，保证你们吃了可以行医救人多50年呢。不过啊，等子豪接管了富贵堂，爸，你跟平安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你那里不舒服啊？哎呀，哎，医师啊，我就是上次来看偏头痛的咯。我记得，你吃了药觉得怎么样？哎呀，时好时坏咯。为什么我的病情一直不好啊？来，我帮你检查。哦。